大家好，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年轻的秘诀，雅姿玻尿酸维 C 双效精华液，简称叫雅姿安瓶，就让它给您的肌肤注入年轻动能，鲜活轻盈美肌。首先我们了解一下我们的肌肤是否还年轻，试着让思绪回到自己最年轻的时候，想一想那个时候我们的肌肤红润光泽，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苹果，手捧脸颊像触到丝绸一般的光滑细腻，用手轻轻的一捏，仿佛要挤出水的感觉，肌肤水润而饱满。没错，这就是年轻肌肤的状态。三大特点给大家总结出来：红润光泽、光滑细腻、水润饱满。这种皮肤的状态大概都会在每个人16岁至25岁左右，当然情况也会因人而异。经历了岁月的洗礼，慢慢我们的肌肤也变得不再年轻，你会发现脸上再也没有年轻的特征了，呈现出来的是皮肤松弛、暗淡、粗糙，出现细纹以及毛孔粗大等一系列问题。肌肤年龄的不断增加与实际年龄拉开了差距的同时，给我们烙上了难以磨灭的痕迹。这个时候你是否思考过，究竟是什么对肌肤造成了如此的伤害？或许大家会深有体会地说，环境污染、灰尘堵塞、紫外线伤害了我们的皮肤，又或是生活的习惯、饮食问题、营养补充不足、熬夜、吸烟、饮酒等等。有些注意保养的人士可能会想，是不是护肤品组合使用不满足自己肌肤的需求等等的原因。其实追根究底啊，是我们的肌肤不断的在氧化，与此同时我们在抗氧化的能力不足以抵抗侵害。氧化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了，我打个比喻吧，氧化像是空气，看不见摸不着，却在我们的身边形影不离。所有的东西都会被氧化，你所能看见的一切其实都在氧化，只是氧化的速度有所不同而已。有些氧化你能轻易的察觉，有些短时间内你不会发现它变化的严重性。氧化是无处不在的，包括我们的肌肤也是每时每刻的在氧化。经过探索之后，我们发现氧化的因素有很多，在我们的生活中可随时接触的空气污染、辐射、自身饮食、工作压力以及食用的药物、果蔬的农残等等因素，都会使我们的身体不断地产生自由基，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了不断的伤害。所以追溯源头，肌肤氧化的元凶就是自由基。自由基具有极强的氧化能力，它每分每秒都在侵害我们的肌肤。我们把自由基认为是不稳定的分子，它就像小偷，不断地去夺取并破坏其他的分子，最后破坏了肌肤结构稳定性，给你的肌肤刻上了松弛、暗淡、皱纹这三大烙印。我们也将这三大情况归为肌肤衰老的三大主要特征，简称松、暗、纹。那在整个氧化的过程中，我们的肌肤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之前提到的自由基是无时无刻围绕着我们的肌肤，当肌肤遭受侵害，我们自身的玻尿酸会慢慢的流失。另外我们的肌肤会随着氧化的加剧与时间的迁移，会导致肌肤抗氧化能力不断下降。首先大家要清楚玻尿酸是什么，它对我们的肌肤有什么样的作用。第一啊，这个玻尿酸本身就存在于我们的皮肤真皮层当中，
玻尿酸起到了肌肤保湿平衡、充盈饱满的作用，让我们的肌肤保持平滑、饱满、湿润与光泽。那么玻尿酸不足的时候，会使皮肤的储水与锁水能力下降，皮肤会出现各种的问题。第二，我们看到右边的图，玻尿酸是会随着人们年龄的增长而流失的。从25岁玻尿酸开始流失，到30岁仅剩年轻肌肤的65%而已，到了60岁仅剩年轻肌肤的25%。婴儿肌肤是光滑细腻有弹性的，是最娇嫩的。研究发现，婴儿的皮肤中玻尿酸含量高达100%。总结来说，玻尿酸填充在胶原蛋白的架构之中，起着填充的作用。若玻尿酸流失，就如一栋大楼的水泥脱落，再无美感可言了。另外，对抗抗氧化问题，很多人都会想到只要抵抗了氧化就可以延缓肌肤的衰老，但是不得不承认的是，肌肤抗氧化力不断的在下降。那是因为一，环境污染加剧了，产生了更多导致氧化的因素；第二，还有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抗氧化能力不断的下降，自由基损伤会不断的加剧；第三，摄入的抗氧化剂不足，就不能抵御氧化的过程。相信大家对之前关于氧化造成肌肤伤害都有一定的了解，所以接下来我们会以简单的方法给大家发现自己或是身边的人群肌肤的氧化程度与表现。很简单，只需要3步和5张照片便能完成肌肤测试。为了能及时解决氧化导致皮肤出现松、纹、暗的问题，很多爱美的人士往往会选择快速的途径来解决，例如打个水光针与打个玻尿酸填充，他们能及时见到效果。而这种快速的方法除了能带来见效快，还有创伤小的好处，但是也有它的弊端，比如安全性低、价格高昂等等。相信这些问题都是大家非常关注的，更不敢忽视的。面对要解决抗氧化力不足与玻尿酸的流失所导致的肌肤问题以外，还需要满足大众对快速见效的需求。所以我们的解决方法是雅姿玻尿酸维 C 双效精华液，为肌肤注入年轻动能，7天有效，解决肌肤3大问题的同时，又能提供强大的抗氧化保护。它又被称为雅姿安瓶。安瓶可以说是最近非常热门的护肤趋势。这看似不起眼的小小安瓶，跃升为保养界的主角，也成为爱美人士保养程序中的必备品。安瓶的英文原意为浓缩精华，它的吸收渗透和功效速度都非常的快，可以让肌肤在短时间内达到最佳状态。除此特点之外，安瓶的有益因子活性非常的高，可以根据皮肤生理周期设定为密集式的保养。现在就让我们来揭开雅姿安瓶的神秘面纱。雅姿安瓶，首先它是一款玻尿酸与维 C 结合的精华液，它所具有的几点特性：拥有注入级分子大小、双分子1000倍储水能力，可以让我们肌肤快速充盈；双重抗氧化结合与生效日期由你而定，能充分解决之前所担心的问题。接下来我们一一细看每样功效。之前呢，我们讲过玻尿酸存在于我们皮肤内，随着年龄的增长，皮肤自身玻尿酸的产生减缓，作用减弱，这时就需要额外补充玻尿酸。一般部分单分子玻尿酸产品
只能作用于表面起基础保湿的作用而已，吸收较弱。雅姿科学家依照科学比例组合，提供媲美注入级的分子结构效果，使我们的玻尿酸不仅停留于表面，还能渗透直达表皮层的底层。而且雅姿安瓶中的玻尿酸可以锁住相当于它本身重量1000倍的水分子，瞬时填充其表皮层的细纹，而普通玻尿酸只能达到500倍的效果。雅姿安瓶双分子玻尿酸内外协同补水，渗透力超强。大分子玻尿酸它们停留在肌肤表层，高度锁水，立即实现肌肤膨润的效果，同时强化皮肤屏障的功能，更好对抗氧化作用。小分子玻尿酸它们能深入渗透到表皮层的下层，从深层强化肌肤弹性，舒缓皱纹。双子的功效能快速让水分流失的肌肤迅速充盈并饱满肌肤，改善肌肤松弛与细纹。了解完双分子玻尿酸的组合与功效，让我们将目光放到解决抗氧化的问题上。首先来了解一下维生素 C 这一抗氧化剂的功效有哪些。维生素 C 是多功能的抗衰老巨星，众所周知啊，它可以通过加强肌肤的表层与深层来修复表情纹。它还是一种卓越的抗氧化剂，能清除并抵抗自由基，还有美白的效果。这些因素共同使得维 C 成为了一种优质的抗衰老成分。维 C 的抗氧化功效虽然强大，但是影响抗氧化剂的因素有非常多，以下归类了四大原因：阳光的照射、温度的变化、遇到水分、存放的时间过长。这四大原因均会将精纯维生素 C 降解后会使得效果下降，甚至到无效。总的来说，维 C 被降解影响吸收和功效，意思就是白白浪费掉了。而有很多的护肤品都会使用在溶液中更加稳定的维生素 C 替代品，虽然这些维 C 的替代品可能会很高效，但真相是皮肤细胞必须经历了一个额外的步骤来将这种替代形式转换成100%的精纯维 C， 才能被完全的吸收。这意味着你的皮肤无法轻松或快速地发挥这些替代形式的功效，或者换句话说，当皮肤吸收100%精纯维 C 的时候，它可以不需要任何的额外步骤就能直接达到效果。应用100%精纯维 C 面临着更难生产、更难保存、更难运输的挑战，但我们依靠着雅姿强大的科研实力与品牌实力，我们将纽崔莱针叶樱桃萃取与其强强联合，共同发挥着强效抗氧化功用并提高天然活性。针叶樱桃生长在安利纽崔莱巴西农场，在这边区域我们拥有全球最大的有机针叶樱桃园，果实在尚未成熟的青涩阶段就被采摘下来，这时候的维 C 浓度处于峰值，一颗小小的绿色针叶樱桃的维 C 含量高于一只中等大小橙子的维 C 含量。由于每颗樱桃成熟的速度不同，采摘必须手工进行，以鉴别不同的成熟度。其实啊，在这个针叶樱桃天然植物提取物中，同时还含有多种的活性成分，比如说黄酮类活性成分、生物碱类活性成分等。这些活性成分对我们人体有着多方面的积极作用。这些黄酮类的化合物除了具有抗氧化的生物活性以外，还能防止维生素 C 被氧化破坏，增强维生素 C 的效果。
所以纽崔莱针叶樱桃萃取成为了抗氧化的明星，是最佳抗氧化成分之一，它强效对抗自由基，定格肌肤最佳的状态，用来抵御未来的侵害。我们非常自豪的是，雅姿安瓶将最好的抗氧化保护灌注到你的肌肤里面，天然又高效。虽然百分百精纯维 C 对活性的稳定提出了挑战，但雅姿以独特的先存科技保护维 C 的稳定性，发挥抗氧化的最大功效，将其新鲜混合概念定义为生效日期由你而定，还能保持维 C 的活性可达30天。我们把精纯维 C 独立保存于维 C 的先存帽当中，使用的时候一按一摇，瞬时激活新鲜混合。说的再多也没有实验视频来的视觉效果好，大家请看抗氧化与还原保护实验。除了苹果实验，我们的产品效果还经过美国专家临床实验亲证。使用7天后，81%的女性发觉皮肤变得光滑细腻，皱纹部分明显的变得饱满。而使用4周之后，86%的女性在临床试验中体现出所有表情纹有所减少，78%的女性注意到肌肤恢复的年轻的弹性。12周以后，女性注意到即使是最顽固的皱纹也有所减少。经过这临床的测试，证明了使用雅姿玻尿酸维 C 双效精华液能有效在7天内淡化表情纹，4周恢复年轻弹润，12周淡化顽固表情纹。所以雅姿玻尿酸维 C 双效精华液针对我们肌肤的3大氧化问题都能一一解决。双分子玻尿酸对应肌肤松弛，100%精纯维 C 加针叶樱桃萃取对应肌肤暗沉，而两种成分的结合就能充分的对抗肌肤细纹的同时，还能为肌肤带来了强大的抗氧化保护，免疫氧化自由基的侵害。作为雅姿的百搭抗氧化明星安瓶，建议每天早晚使用。当然大家比较关注的应该是在哪一步使用，我们应该将它放在基底液的后面使用，其后还可以按照肌肤的需求搭配其他的功能精华，然后再涂抹面霜类的产品，就能完成一次完整的护肤流程了。我相信啊，大家在日常的生活总有许多紧急的需求，你是不是遇到过这些时刻却无法及时补救呢？好比说结婚前的婚礼筹备已经让肌肤疲惫不堪了，无法使肌肤立马恢复生机，或是即将出席重要场合却无法呈现肌肤完美的状态，更为常见的是马上要上班演出或是面试，但肌肤粗糙不干燥，让我们看起来失去动力，失去精神。每当这些时刻出现，你大可不必沮丧和烦恼，因为雅姿安瓶是肌肤的急救站，能迅速帮你找回自信，短时间唤醒明亮的肌肤。而且在化妆前使用雅姿安瓶，不仅瞬间充盈肌肤，还能使你的妆容更加的服帖，快速而有效。所以说雅姿安瓶是您肌肤的急救的不二之选。接下来给大家总结了
雅姿安瓶与雅姿抗衰老家族里面的明星产品的区别。雅姿安瓶它是专门针对抚平表情纹的，那么首先我们是先了解表情纹、细纹、皱纹和紧致有什么区别。表情纹是不做表情的时候隐约可见，但是你做表情的时候又清晰可见，而细纹是最浅的纹路，虽然它轻，但肉眼还是可以见到。最后，皱纹一般是指深纹，你不做表情时也是清晰可见的，而深深地刻在你的脸上。而紧致是针对皮肤松弛的问题而使用的，所以不同的产品都有它们的针对性和适用年龄。这款雅姿安瓶因其中的玻尿酸和抗氧复合物起到了即刻充盈和保护的作用，可有效减少表情纹，而且20岁以上的人群都可以使用，是目前来说最为年轻的产品了。如果把长期没有护理的肌肤比喻成干枯的树木，水分流失，细纹干裂，最终导致枯萎，那为什么就算做好了护理的肌肤也会渐渐地发生相同的问题呢？最终发现，只有用对了护肤品才能让肌肤获得新生。那我们继续把肌肤护理比喻成植物栽种，老化角质层堆积的皮肤就像是结板的土壤，失去了渗透能力，即使再精心的灌溉，营养也无法进入我们的肌肤。而使用我们的焕肤精华面膜和活肤基底液，就像是松动的小铲子，铲掉结板的表面，疏松硬块的生成，让浇灌的营养更容易被吸收。再结合玻尿酸维 C 精华液，高强抗氧化保护，肌肤成长犹如树木灌溉，免受侵害，茁壮的成长。为此，雅姿倾力打造了年轻央丽组合，为肌肤的青春弹润加成，从加强吸收到抗氧保护，满足肌肤要年轻的需求。第一步，雅姿焕活精华面膜，一周使用2次，每次只需8分钟，精准识别打开肌肤呼吸的通道，促进肌肤的更新，令后续保养的效果更加显著。第二步，首先排浊修护，加速浊质的剥落，防御浊质侵害，提高肌肤的自我修护力，然后助氧活肤，提升细胞氧气摄取能力与使用率，让肌肤自由呼吸，激唤基底活力，最后提升吸收，深入基底，形成传输营养的水晶网络，提升后续护肤品吸收的效果，为肌肤排浊助氧，更好的吸收养分，4倍最大化的活性成分吸收。第三步，加上雅姿安瓶每天使用2次的抗氧，来进行一个强效的抗氧化。年轻央丽组合帮您打通肌肤呼吸的通道，然后加成后续吸收，最后强效又持续的抗氧化，配合肌肤新陈代谢更新周期，这个组合是1个月的抗氧化方案。3款产品搭配使用时，建议每个月使用3瓶雅姿安瓶，每天使用2次，每次使用2滴管，达到最好的效果。如今肌肤侵害无处不在，肌肤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污浊的空气微粒附着着肌肤的表面，堆积起一层厚厚的灰尘，肌肤不干净又被污染入侵，又被猛烈的阳光照射，紫外线的伤害无法抵挡，慢慢导致黑色素堆积，还有每年必经的换季，肌肤倦怠期，肌肤无法快速适应环境温度湿度落差而变得缺水，抵御的能力会变低。当您遇上了上述的肌肤侵害，
您就需要使用这个组合。那是因为年轻央丽组合考虑周到，能针对肌肤的侵害，为您的肌肤注入抗氧化的年轻动能。所以加强抗氧化就是那么简单轻松，只需要三步：排浊修护、提升吸收、天然养护，就能为您塑造年轻的肌肤了，对抗氧化衰老，恢复青春的活力。完美针对抗氧化组合央丽组合与其他系列的组合，可以根据肌肤的美白、淡纹、紧致等需求来搭配使用的，让肌肤抵抗氧化的同时更能达到强效针对的修护。今天关于雅姿玻尿酸维 C 双效精华液与年轻央丽组合的分享到此结束了，谢谢大家。